我们到金门寻找料理灵感与新鲜食材。哎，咱两个少年啊，做破脸的比比啊，看他真是狼牙棒，个交接哦，个交接，个交接是。在金门有什么特别的美食体验呢？我会真的为了要来吃这一碗再来金门。当地食材到底要怎么料理才会美味呢？你这摆是煞鬼，叫我给你倒沙缸是不是？请锁定亚洲旅游台与海岛的约定。